他们现在呢正在挑卫生棉。妹妹的妹子来了，她才上小五就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带她出来买卫生棉。你稍微说明一下你怎么发生的，你怎么发现？我是和我好闺蜜走的时候呢，我去找她的时候，她的裤子有，然后我就也是我陪她去，我身边上厕所也有。你先发现你的好闺蜜那个来了，对。然后你陪她去厕所，你就顺便去上厕所。对，就是呢 ，Anna 呢，她是去找她的好闺蜜，然后发现你来了，然后就要陪她去上厕所啊。然后她说：“嗯，既然都陪她去上厕所，我也顺便去上厕所。”结果呢，她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，我也来了。妈妈，所以玲玲也现在可以挑自己想要用的卫生棉了。这个图案好看，还是这个图案好看，还是这个图案好看？第一次挑是挑哪个图案好看吗？不是，那怎么办？因为其实我们用过很多种卫生棉，我觉得苏菲的很好用，而且我买这种裤型的，它睡觉可以穿，它的量很多的时候可以用。可是妹妹她想要挑自己想要的，怎么办？所以让她挑苏菲的。林婷宇，这些不只是图案不一样，它这个五个小时。我哪知道？这个是四重防护。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是凉感。这后面还有什么？看一下，这个是十大无添加，就是很自然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还有最后一个。六大无添加，不知道。那这几个还有摸起来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舒服？我不知道舒服，我只知道这个和这个很可爱。好，这个和这个很可爱，你要选一个吗？这个猫咪。猫咪应该就是这个吧。很可爱。那要帮妹妹做决定吗？还是让她做决定？那就买这个，因为姐姐也是用这个，这是量多的。对他们来说比较刚好。姐姐，你也是用这个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时候他们帮我买的吧，就觉得猫咪很可爱，就帮我买了。为什么？不是粉色的吗？你要粉色的。这是最小的。粉色你是最后几天用哦。对啊，这是最后几天用。都没录。这也买太多了吧？这就不一样好不好？我们有三个女生。这好多、哦。这样的林婷宇变成大人了，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庆祝？我还不知道啊，是小朋友。恭喜林婷宇那个来，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庆祝？吃千叶啊，千叶火锅。那个少掉了。